我是布米路老板帮你顾，大家好，我是砖包雷老板。哎，今天录影时间是二零二三年的下午十二月二十六号的直播哦。同学，我们今天讲几个主题哦。第一个，哇，今天大盘量缩创，但是呢创新高，哎，怎么解读？等一下来跟大家讲一下。第二个呢，哦，你们昨天是不是都晕船了，同学？这个船呐、啊，海运呐、啊，马士基这个海运呐、啊，有没有红海一下子开，一下子回来？哎。 大家上上下下的有点晕船哦。等一下我们来放个 VCR，放个波斯泰给大家看哦。雷老板昨天是怎么讲的？雷老板有特别跟你讲过哦，不要太担心，但也不要太乐观。那第三个呢，我们来讲一下，讲一下。哎、欸，重点回来到雷老板之前跟大家讲的主力十户的第一根成本哦，不是雷老板不讲哦，而是雷老板认为回到这里，哎、欸，特别又有再回来提醒大家的必要哦。我一直讲哦。 涨的时候你都会说啊，如果回来让我买多好。所以涨的时候呢，你没有做到嘛，不然就追在高点嘛。回来的时候呢，你又不敢买。对，等一下就讲到航运就是一个好例子嘛。那到底要怎么样？所以同学，我们今天一一来替大家解答哦。好，首先大盘创新高了，哇，离万八越来越近了。但同学，雷老板的解读还是一样只有一个，就是这个盘就算每天在创高，今天能赚钱的只有谁？ 要么是你三四千前啊、哦，像雷老板就笑自己嘛，我的伪创因为我的纪律的关系，我相对停损在转折点，结果呢，好死不死的那个点就真的变转折点了，就我的停损点一到呢，就上去了，那怎么办？没有办法啊，在我那么多的策略里面，我也有曾经借到最低的地方过啊，但是呢，我只能说，如果策略定出来的，雷老板就是会照做嘛，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啊、哦，面板今天的成交量是在前五名的，还有什么？ AIPC，今天前五名几乎都是这个，接下来才是航运股哦。好，那你问我怎么看，就是说等于说说手上你没有这三个族群的话，就算有，你的长龙如果是前两天才进的，你今天顶多回到你追价的成本而已啦。杨敏也是啦。好，那你说你 AIPC 前面有追的，我等一下开个图给你看，我也大概猜得出来大家 AIPC 大概追在哪里，好不好？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哦，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最近你这三个族群没有，其实大盘创高一万七千点，你好像你的股票每天的涨幅就是在一趴、零点八趴到两趴之内哦，很痛苦哦，同学。这就是我跟你讲的，为什么之前雷老板最近的标的会给大家少一点，扣去给大家少一点，因为你的资金抽回来，等到你确定外资的资金回来了，你确定内资一月要提早布局了。 我跟你讲哦，外资年假归放年假哦，很少外资以前雷老板在年前的经验，外资不会零持股过年，OK？那内资不会零持股过年哦，外资当然也不会，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放假回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年的第一堂课叫做新春第一报？哎，我们二零二四年的这个课会这么重要？很多人问我说，雷老板你的课程，我平常听你的直播啊，那你的课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老板花点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一下我们的重电跟航运，还有到底 AIPC 在红什么？好，同学，为什么二零二四年第一堂课我已经一再的跟大家强调了，你必须跟着内资，还要跟着外资，跟着雷老板这群法人的经验，在年前就布好局。为什么？因为过往啊、呃，今年还有一个重特别重要，今年的选举在。 农历年前哦，选举会选完哦，所以选举完的行情很重要。第二个是内外资的归队行情很重要。第三个是明年二零二四年龙年是复苏年呢，所以绝对不会到行情不会怎样，不会到一半的时候我们才进去布局哦。我们要在第一季一开始就想好自己要什么了，因为明年很多类股走的都是族群性，不然雷老板今天问你，现在面板是不是族群？是嘛？A I P C 是不是族群？ 是之前的广达伟创 AI server 伺服器是不是族群？也是，包括我们的重电市雄也都是族群哦。你如果自己一只股票要走明年的，没有人帮你的话，哎，那明年它涨上去就会很像现在的十二月哦，很多股票一涨上去就急速拉回哦。为什么？因为族群性很差，好不好？所以同学你要先了解哦。所以明年我们应该要第一季就开始来布局。 那你来的话呢？来我课程的话，最重要的就是李老板的赚爆三刀流嘛。因为不管面对任何一个族群，我们的布局方式都不会变的。李老板课程上面教你说，怎么样的赚赔比才是理想的，才是你长久以下来会保持胜率的。哎，李老板怎么说？好，比如说我们刚停损，如果我们抓五趴，我就会跟你说，你抓五趴股票，它适合的题材是什么？ 它适合未来你停利的点在哪里？那你抓十趴的股票，它适合的趋势是什么？为什么十趴以上才要叫做做趋势的股票？停损做十，停损超过十趴以上，你敢报的，你敢停损设超过十趴的，那你要瞄准的是趋势股。那怎么设？哎，这在我的课程里面才会跟你讲嘛，对不对因为很多人来问啊，哎，A I P C 我也看好，航运我也看好，重点是选我也看好，啊，重点是。 关键价位怎么设？到时候我们的停利的时候才合理嘛，才会赚钱。这就是课程上面哎，老板跟他讲的。第二个是，如果你相信明年有几个族群是重要的布局的，要从第一季就开始布的。我举个例子好了，现在 AI 有人套着了，AI 后面换个名字有人涨有人跌了，AI server 那一挂的人，伟创广达的人都还没脱离苦海哦，还从高点回来六七十趴哦，那这些人怎么办？ 课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讲嘛。那 A I P C 最近有在涨，好，你又说涨太快了，哎，跌回来怎么判？明年我怎么看这个整个 A I 泛 A I 哦？明年什么东西前面都会加 A I 哦，同学，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哦，现在就给大家看好了，同学，这什么？为什么要给你看这个？这不是我之前的背景图吗？啊，这不是我今天早上发在我的社群里面跟大家说圣诞快乐吗？ 啊，这是谁？哦，这不会是我新请的员工吧？不会是我接下来要新请来的分析师吧？抱歉，不是。这三个东西全部都是雷老板一个早上，除了这个之外，都是雷老板当初一个早上请我的小编他们用 AI 的 Chip GPT 去生成的，所以这个都没有版权的问题哦。没有版权的问题就可以做出这些东西了，你觉得可不可怕？AI 会让很多人失业，就这样啊。 我只要一句话说，我要一个报，我要跟股票有关系，我要跟 K 棒有关系，怎么样？它就帮你生成出来了、哦。我说我要圣诞节跟比特币有关系，跟线图有关系。这里有一个小荧幕，你看一下，来伸只手照一下。你看这小荧幕上面跟你指的是 K 棒图哦，同学，这是 K 棒图哦，很有趣哦。然后上面挂了我们大家最喜欢的金银财宝，哎、啊、有圣诞树哦。我只要把我的诉求跟 AI 讲，AI 就帮我做出来。 我报了诉求跟 AI 说，我要报新闻，我把新闻的那个什么，全部的新闻都给你，我要一个一个念，然后你帮我生成一个 AI 主播把这些新闻念出来，它也可以做给你哦。AI 主播再是我们名士哦，名士不再是只有娘家的那个年代咯现在的名士已经是 AI 的这个年代了，同学，不再是只有什么，以前名士有什么世间情吗？还有娘家这种长期，我以都会陪我阿妈看，对，一天要看两个小时。 对他看那有看那个名视剧，李老板就在旁边看我的书，所以我的以前都陪阿麦一起看名视哦、喔。好，所以同学，我刚刚那张图要跟你讲，就是这些全部都可以变成 AI 做了。那到时候什么？你要想到什么？未来的直播组也可以用 AI 来生成哦、喔，或者是我可以直接让 AI 来帮我美化哦、喔。现在都是用美肌软体嘛，以后整个 AI 就可以直接帮你衣服啊、背景全部都直接 AI 化，你先跟他讲好就好了。 我们过场的速度，包括以后雷老板在这里直播也有机会哦。我们一个过场都是用 AI 来生成。好，那讲了这么多，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为什么明年都会是泛 AI PC，为什么都是泛 AI 加在前面？因为你要达到这一步，你未来更需要更快的处理。我现在用嘴巴下指令给电脑，我想要更快，我不要一分钟、两分钟，我想要水机的，五秒、十秒就出来。你的變电电脑就要升级。 所以很多人说，哎，现在还没升级啊，还没开始。但为什么最近股票开始涨了？因为大家就是瞄准到这个商机。所以你现在懂了吧？那以后这一台电脑里面呢，其实呢，大部分的东西都没有变哦。同学，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哦。一台笔电，明年笔电拿给你的时候，它还是笔电的样子哦。但是它会叫做 A I N B 哦，A I 笔记哦。然后桌电，好，没有？家里的电脑还是这样哦，但它会叫 A I P C 哦。 因为它里面的一些关键零组件被强化了，重点就是在强化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把 AI 这个东西加上去，因为它强化这些零组件，为了就是要让人工智慧，好不好？我们直接跟 Siri 也是人工智慧啊，我们的 Apple 拿起来教它干什么？以后你说不定 c 拿出来，哎，帮我写个食谱，帮我把等一下做的事情都记录下来，它就会帮你记录了。所以这一些为了 AI 方便化的东西，未来让我们的电脑生成的更快。 这就叫做 A I P C，所以很多人不懂 A I P C 到底是什么。那因为同样的一台电脑里面，全部的零组件都要强化，所以你明年一定会听到什么 A I 载板。我跟你预预告了，A B F 三雄到时候又要变 A I 载板了啦，因为很重要嘛。高阶载板就它做的、啊，为什么？因为现在第一波 Intel 推出了晶片 A I 晶片，到时候就是要放在 A I 载板上面啦、啊。A I 载板过去就是那三家在做嘛，所以大盘一万七千多点的重点。 不是在指数过有没有过前高，而是重点在明年一月的时候，雷老板在课程上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如果要做整个 A I P C 的供应链，那要怎么做？同学，我跟你说，过去我们做 A I P C，你把 A I 拿掉，就是做 P C 供应链而已啦。讲简单一点，就是做电脑供应链啦。那电脑供应链从一条电脑的组装到最后交到消费者手上，这个上下游的供应链要怎么看？这就是我们一月的课程想要跟你讲的。 你才会知道明年几月的时候，到真正 A I P C 要量产第一台出来的那一天开始，你才会知道产业的供应链拉货拉到哪里了，什么东西要宣布了。听不懂？再讲一个简单例子，苹果的新机每年都十月、十一月发表，在这之前，苹果能不做好手机了吗？所以苹果的供应链从六月就要开始动起来了。所以苹果的供应链五月营收就起来了，六月营收就起来了，七月营收就起来了，那什么样先起来？ P C B 板起来了，接下来谁起来了？现在壳起来了，壳起来镜头起来了，有顺序的。所以如果你要做 A I P C，你明年今年卡在 A I 的了，你明年想靠 A I P C 翻身，那就麻烦你来看一下我们一月号二零二四年新春第一报啊，对 A I P C 龙年这个主题交给大家了。那当然了、啊，你来现场的人，当然还有很多雷老板过去的私房股嘛，对，那这些私房股一样会送给大家哦。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什么？我们要讲一下哦。昨天大家都晕船了，为什么？但是雷老板先给大家看一下 Boss boston 好不好？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说，昨天长隆、阳明大跌，你不用太悲观，你也不用太乐观。为什么？我们进一下 Boss boston 给大家看一下。<noise> 今天四家航运公司都跟你说哦，抱歉，就算他保护我也不走，我要往南走好，好好望、好望角。 我走海旺角就是要让运费往上涨。如果四家还有全世界前四大，包括刚刚的马士基，都可以这样讲。长隆，哎，他也讲啊，我暂时还不讲，不走苏黎世运河、哦。阳明、长隆，如果这些都这样子讲，那我跟你讲，运价就会继续往上。那你如果有航运，你就不要害怕。但是呢，如果这些都还不能跟你保证，都还要看美国的脸色，我跟你讲，这稍微赌的成分就大一点哦，好不好？所以同学，你有航运的同学，我解释到这里给你听哦，技术面也解释给你听哦。 基本面也解释给你听哦，你或许不用太悲观，但你也不要太乐观，好不好？好，那接下来老板你想要讲一下什好，所以同学昨天有跟你讲过，哎呀，还有提醒一下，我只是两天都穿黑色的，你看昨天 logo 不见了，不是雷老板没有换衣服，因为很多人看雷老板的 IG 都以为我没有换衣服。好，同学你看哦，这昨昨天新闻我就跟你讲了，就算红海，不是台湾的红海哦。 人家这真的是一个地理上的红海，你可以查一下地图，好不好？很多的港、很多的船都会经过红海来运输。就算红海恢复通行了，大家昨天在担忧说：“哇，我短线我的那个航运的合约价是是要下降了，我的和那个运价报价是要跌了。”我跟你说，你不用那么悲观，但你也不用太乐观。未来这个报价可能就会卡在这附近一阵子。为什么？因为美军进来保护了嘛。 美军进来保护之后，让你恢复红海通行，但是我说美军的保护是会有成本的，所以雷老板不认为运价要马上跌回到当初航运股起涨前的运价，这就是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认为未来，我真不是我跟你讲吗？我为什么认为未来航运股它会先在这里整理一下？如果报价真的，因为报价这不是我能掌控的哦。如果他们叛军的攻击加剧了。 美军挡不了，如果连美军都挡不了，哎、欸，我跟你讲，这红、個、海的通行要恢复就很难哦。还是说美军根本没有那么多钱派那么多的舰队去保护的话，那要恢复红海通行也是一个困难哦。所以，同学，你有航运的人，你也不用太悲观，也不用太乐观，就是我认为未来报价会在这里卡一阵子。那等到这里明朗了，就会走出一个走势一波。所以啊，为什么我昨天跟你说会横在这个地方？因为。 当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样的时候，大家会去找技术面的支撑。所以你看，昨天离离这里很近哎、欸，昨天昨跌到一百四的时候，其实离一百三十九点五附近已经很近了，一百三十八、一百三十九点五这边。所以同学，你把这个逻辑记,记得哦。当大家在恐慌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去思考哦。那如果你敢，你觉得要接你做短的人，你今天早上进去接都还有机会。那为什么李老板跟你说你会很痛苦？为什么之前要收回部分资金，最近不乱追加？ 你追，我可以给你讲，你就是会追在这边嘛，因为十二月，除非你十月跟十一月的行情你都没做到，你愿意在这边蹲航海嘛？但是那时候根本没有跟你讲说红海的那个叛军，叛军这里还没有没有开始打，我们都还不知道嘞，对不对？叛军如果这里才开始打，等到传来国内的时候，大家开始注意到都在这里了，一个跳空你追就追在这里啊，所以我说大家的成本会在这里，那你也不用太慌，我一再的强调。 市场上第一批人的主要成本在哪里很重要，所以哦，我昨天有跟你讲过了、哦，所以很多人来问航运的问题，我在这里给你解答了。你不用太悲观，你也不用太乐观，因为短线美军进来可能会让报价涨不上去，但也不会让报价一下子就跌回来这里好不好？这是不可能的，那报价不会跌那么快。那涨了这么多，涨了四成的，你也让它整理一下，休息一下也是可以的嘛，你就看它平台怎么整理嘛。 只是我跟你说过嘛，最近都是一波热嘛，热完之后呢，这个拉回有时候都是会两层到三层，所以我才会跟你说为什么我那时候看整理区有机会在这里，因为这里到这里大概就是两层啊。这是从最近的资金资金的流动来跟大家解释的，好不好？那么等下进一下广告，进一下广告，我们回来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元泰还有重电四雄哦，进广告马上回来。 好，同学，这一趴我们来讲一下元泰哦。为什么？因为我看最近也很多人在问元泰，哎、欸，电子纸要重新回来了吗？我先帮大家复习个一分钟哦。据雷老板的团队上一次去听法说，哎、欸，雷老板的团队平常不是只有坐在电脑前哦，我们会去拜访各家公司哦，会去听法说，听线上法说、哦。好，那雷老板跟你说，据他上次讲，不管是他的三色电子标签、四色电子标签的转换。 还是在明年电子书、彩色电子书的发行，他觉得他的淡季都要大概到明年的第一季。哎，你就问我雷老板，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布局？其实我带我的啊、呃、商务舱、头等舱的会员布局元泰，我们是狠狠的吃到它最近的涨幅哦。那我一再强调低阶嘛，那你就问梁老板说，为什么现在叫要布？因为梁老板上次我跟你讲法说会之后，它利空彻底，怎么样？没有大跌。 没有大跌，有可能它前面的跌势已经反映完它全部的利空消息了、哦。这在我的课程里面也会跟大家解释很多这种例子哦。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利空彻底呢？一月份的课程要记得报，好不好？好，所以同学，我们不要每次遇到利空就慌，因为什么？因为化危机为转机。你如果当时因为法说讲不好，就说它是法会，然后你就不要了，那今天元泰的十趴你可能就赚不到了。 好不好？上次有来我分享会的同学，我有跟你讲元泰嘛？那你报到现在你也十趴了。但昨天呢，我怎么跟大家讲的？我们现在看一下 Boss Time，好不好？你要不然讲的话都会剪下来记录哦，包括重点哎、欸，等一下我们要怎么讲？我们先看一下 Boss t t 士泰哦，元泰我的昨天怎么跟大家讲的？你看哦，元泰这一根一过，你看 MA one 参数，MA two 不管 MA 几，全部都过了哦。你有罗盘的同学开出来哦，我们罗盘是有卖的哦。 那这里漂亮了那老板怎么办？我没追到哎、欸，我这里不敢不每天这样洗洗的，我心慌慌、意茫茫、情乱乱，然后怎么办？来啊，这里不就是过了就变怎么样？压力过了变什么？支撑嘛。所以这一边会有让你有机会啊啊！如果真的一路靠上去，哇，原大这么大，这股票它给我一路涨，你就算了吧，对不对？不然总会等让什么有心人等到它。 我也不要说，我一定要回来这台街嘛。我真的想有一点点，我在这一根红 K 的上三分之一，我就可以开始布局啦、啊。所以同学，要布要布这种的，我们还有机会布的，不要布那种已经追了两三根了好不好？追了两三根，你要追我也没有意见。但是呢，重点是怎么样？重点是你也不确定它的新闻利多利空啊，你也不确定它的订单，不确定它的报价。如果你都能确定了，你抱得住，那我给你拍手。 好不好？好棒棒！所以你可以，但是如果你都不确定，你只是因为新闻头条进去追看新闻做股票会死人的、啊，同学。好，所以你看一下哦，要不要右脚。所以同学，李老板昨天有跟大家讲哦，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去追那种近期两三根喷出去，你拉回快速拉回的时候，你不知道你防守要怎么守的哦。等一下李老板讲重点的时候，就是因为为什么？哎、欸，下来我还有個地方在低 j 就是因为我知道我防守的点要守哪里。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元泰是我十一月十七号，你有日报的同学，你有买的老板日报同学，你早就已经做好准备了嘛？你从十一月十七号放到现在，你也大概有十趴以上的获利了。好，同学，来我们来看一下哦，我那昨天怎么跟你说的？我说这种这么大只的股票，它不像最近的人保、哦、同学，你要先思考，它不像最近人保有这么多的消息哦，元泰是没有什么特别消息涨上去的哦。 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可能被低估了嘛，对不对？它跌了这么久，最近大盘上一万七千多点了，已经接近一万八了。那为什么这么过去这么优质的公司，你也认同电子只是趋势，电子标签是趋势的话，为什么它前面都没有涨？那这里就是在反映它的法说会嘛，然后技术分析搭配基本面哦。那我就跟你讲哦，你有你要知道技术分析后面的故事哦。 有时候是技术分析领先基本面，有时候是基本面会领先技术面哦。好，那不管这么多，这根出去，我跟你说，元大元泰这么大只的股票，你不要轻易乱追。再加上它没有短线的族群性，好，怎么说？同族群性的政要，哎，政要今年涨得比元泰早，就是因为它拿到电子书的大单哦。那当然，它跟 原态是相辅相成的吧？可是你看它涨了一波，连跌这么多，族群性消失，所以为什么雷老板跟你说我们要买在低阶，我们可以蹲，但是我们不要追。你刚刚如果追到那个政要，你大概去追的人这一波应该又没有赚钱了。好，所以呢，我们不追之下，我们的成本你看两天又差三趴咯。好，那接下来呢，你有罗盘的同学，你看关键的参数是不是出来了？但是呢，你如果知道我雷老板也不怕跟你讲。 你如果想要开始建部问你可能建在这里，但是这里这一段你要怎么防守起来？我就试问同学了。所以一月份的课程就是要跟大家讲说，如果你有时候在突破之后的拉回，你进来追之后，你要怎么样去守停损哦、喔？怎么样守的停损？怎么样的趴数才是划算的？诶、欸，这外面都不会跟你讲哦、喔，同学，大家都跟你说哇，突破追追追，我获利多少，对不对？可是你看李老板今天从头到尾不跟你讲获利多少。 聊吧要把它跟你讲的是你怎么布局一月份的课程要跟你讲是你在明年二零二四年你要怎么从年初就布局到年尾一个族群一个族群来 A I P C 如果是一个超大的族群，它会是上游供应链到下游供应链，你不要忘记了、哦、a I 伺服器那时候也是从晶片开始走、哦，四先创意那些年初就走了。 所以你不要说 A I P C 是从五六月才开始，哎，A I server 是从五六月才开始哦，同学，不是哦，一定是从年初就开始走咯。那现在 A I P C 这个题材，你看现在十二月底，是不是又接近一月初了？也是从年初就要开始走咯。因为走族群性的行业的产业，它是有上下供应链的。但是现在台湾为什么今天是量说过高，不是爆量过高？ 拉回到第一个主题啊，我就是讲到这里。乔跟你讲，为什么台股的资金有限啊，外资现在在放假，你要办法过高，那就是内资的一两套资金在拱而已啊。你要靠这一两套的资金，那会怎样？势必它在族群轮动嘛、啊。那如果明年好了，现在大家资金都有限，我就算看了 AIPC，AIPC 整个供应链会不会轮动？ 会不会涨完上游休息一下，换涨中游休息一下，再往下游成功就是再回来涨上游，就像最后创业四星又有涨一样。所以同学，你懂了吗？这个逻辑要留在这里哦。为什么大盘今天创高却是量缩？但还有办法创高，那资金有在轮动，好不好？所以元泰来回到元泰，所以呢，你要接我没意见，可是呢，你怎么接？拉回来拉回到哪里接最安全？哪里接要有接的有凭有据。 要接出你的心理素质啊，心理素质不好的人不敢接啊。元泰拉出去就说啊、哦，我在这里看很久了，早知道我就想做了，现在拉回来、啊、你接吗？昨天的长隆海运也拉回来、啊、你接吗？昨天你现在来看哇，杨敏还对你超超好哎、欸，杨敏跌停了，今天也没什么涨，你接吗？对不对？散装昨天也都是大跌，散装航运、汇阳那些，今天都直接涨回来了。但重点是同学。 你会怕为什么？因为当你知道说你已经追高了，追高回来你又没有钱低接了啊！以前大家老师都没有跟你说要怎么样低接啊！如果我到这里要低接，我要守哪里？就算你看好杨明好了，你要怎么守？对不对？我们先不论基本面对错嘛，在这里我只看到技术面的价格嘛。啊，我觉得回档够了，我想要接，啊、请问你怎么接？ 那如果你不会，你这是要耍好的。其实你应该学会的是怎么布局，面对每一个族群怎么布局，而不是说哦，我看好了，我怎么样，永远都是术后事后诸葛，对,对同学要注意哦。好，所以讲到这里哦，那剩下的我们一月见，好不好？那我都每次都很期待见到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举个例子好了，很多人同学你在家里你不能背英文单字嘛，你你没有办法。 自己在家里背单字嘛，你没有办法看那个大家说英语嘛。以前我们都要看大家说英语，听那老师教嘛。其实你都有办法，但你就想要去一个地方一起学习呀、啊，同学，你家里也有神明听啊，你家里也可以基督徒，你也可以有一个十字架、啊，为什么你还要去庙里面，你还要去教会？我就很每次我都很想问同学这个问题啊。 好像听起来我们在家里自己看啊，我看雷老板的直播我也会了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去看雷老板现场？对不对？因为同学，你如果只是平常在家里的时候，你拜都是五分钟十分钟，你背英文也是五分钟十分钟。今天之后你去补习班的时候，才会是一套完整的流程，背一个单字怎么从头到尾自根自手背到底，对不对？ 拜拜要从第一个炉走到第六个炉，像雷老板现在在北屯区，我要去拜那个观音庙流水观音，我就觉得蛮厉害的，对不对？好，基督徒，你就是要去教会，你要去感染那个感召，你才可以感受到上帝带给你的力量嘛。你在家里就是没有办法嘛。今天你去到会场，你去到现场，你去到庙，需要教会，你要提升的就是你精神上的那个高度的认真感跟认同感。 那也就是为什么跟你讲，为什么很多厉害的人，像雷老板过去，我们都一直去参加很多高手的课程，哪怕是现场，我多听一句什么，多听到别人的问题，还是雷老板诊断式的教法讲完，不会像直播跳的比较快，那我的收获就会无穷啊，对不对？九阳神功随便拆一张给你练，你练起来了很厉害没有错，剩下八个你没有融会贯通了、啊，金庸小说跟你讲的嘛。 但是呢，今天如果师傅教你从第一招到第九招开始练，你一到九招都可以融会贯通着用，这就是差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课程的差别。所以雷老板为什么平常不爱开课程？开课程特别累啊，我一讲要讲三个小时，包括你们会后来问我，我要总共要四个小时啊。同学，叫你直播现在没有雷搞上来，这样像雷老板这样讲一个小时，你有办法吗？雷老板要讲四个小时 讲四个小时，要从头到尾让你们听得懂哦。要像上一次的分享会一样，你们听完还要坐在那里一个小时，在那边听别人问什么问题，对不对？害我的员工多罚站一个小时，对不对？但是大家就是想要这种感觉啊，所以你只有这么认真，你才会赚钱。那雷老板跟你讲的东西，还是你已经是我会员的，你对我的扣讯，你才会有认同感，你才会知道啊，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好不好？ 所以同学，二零二四年第一堂课哦，新春第一报，我们把它报起来。好，闪电联盟回来讲了，今天先讲左边重电四雄。那过去很多新闻都给各位看过了，同学，雷老板为什么你的四雄里面有的出了，有的你还在接？同学，我不太喜欢跟人家讲说啊赚多少怎么样，我只要跟你讲说，华晨当初我们三百五十几、三百四以上出的时候，出两次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的我说出掉的钱我要移到市店跟中心店？雅丽我们八十几块的时候，最高接近九十几块出的时候，我回来我也不是叫你雅最近雅丽跟华晨也都有跌啊，为什么？同学，我们先思考一个机器的逻辑好不好？这是华晨，华晨的机器到底是高还是低？你好像一目了然呢、欸，同学。 所以雷老板在介绍的时候，华晨的机器到底是高还是低？不用我讲了吧？那华晨你长期跟雷老板的，你觉得回到哪会是你一个接的很漂亮的点，或者是有机会回到那里的话，我一样知道华晨订单接到二零二七年哦。你是不是跟雷老板说，好像是回到这个参数的附近呢，那怎么这么巧？这个参数的附近就是当初雷老板挂单买进的附近。 所以要跟你讲什么？终究技术指标有它的意义在的哦。当它短线乖离过快的时候，当它 MA 参数出来的时候，它需要修正这个过快的乖离率。我先跟他讲一件事情哦。华晨重电四雄等四雄，他们是属于传产股。过去雷老板是法人的时候，传产股代表什么意思？它会随着营收的开出来，它会随着 EPS 的开出来，稳步的向上成长。 举个例子，今年的材料，材料法说要玩大跌，但是呢，为什么今年它可以涨十倍、一百多？那个那时候，随着数字一季一季一个月字节的开出来，材料上来了。台湾的经理人过去习惯于七成占比的电子股，所以呢，他们对船产就是这么的严苛。你数字开给我看再说，你把数字开出来，不然有题材我也不会拉得像 AIPC 这么快。好。 你不认同？请问人保 AIPC 做出来了吗？请问宏基 AIPC 做出来了吗？股价已经飙五成了这就是电子股，不是传统产业。题材先行，等到营收真的叭叭拉开出来的时候，哎，你去想一下，七八月的时候，那时候营收不是我稍微开出来了吗？很多公司有稍微跟你说我 AI 贡献出来了、啊。 什么四五月都没有的时候涨特别凶，六月凶，七月凶，八月稍微跟你说有点成绩的时候不凶了。跟你说啊，这个不够看，营收增加的不够。但是呢，人保、华硕这些，请问现在 AIPC 大卖了吗？不是题材而已嘛。但是呢，大家对于什么？大家对于电子股题材就比较能接受、哦。但回到船产。 哎，老师喝口水。同学，不好意思，老师感冒还没完全好。大家对船产就认为你要开出来，你短线涨了三四成，那我就需要拉回整理，等你数字开出来。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当初哎，老板觉得这个题材拉出去了先行了船产，我熟知台湾的船产经理人，他们看船产，他们觉得数字还开的不够漂亮，所以有机会拉回。好，但是为什么要转到这个？因为这个基期相对低啊，同学。 同学，这个已经大幅修正一次过了。你要看这个的时候，它不是已经过高了、哦？我要讲是不是？你不能说啊，这里这里也是比以前高啊。同学，这个是二零二零年、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留下来的高点哦。在过去三年，你的股票本来很多个股它都是涨一两倍的哦。你不信的话，你去看很多当年二零二零年、二零二一年飙过的股票，现在还是比二零二零年初的时候高哦。 我举个例子哦，我不是常讲吗？对不对？我们都说通货通货膨胀嘛，股价也通膨了、啊，对不对？劳力士现在怎么跌，还是比二零二零年初的时候的劳力士的价格高哦。这就是我要跟你讲的哦。所以，我们不能拿这个，我们要拿过去一年的机器来比，它这里已经修正这么多了，同学修正一倍嘞。那你现在要跟你说明年的业绩是确定的，好，所以很多人问我了嘛。 那我那时候不是跟大家说吗？你要先去看看，说大家当初买的成本在哪里嘛。然后我一直说大家不要追高，为什么？我们后来第一阶是从这里开始接，我们在上面卖过一次哦，四电。为什么这里开始接？因为我认为在这个成本的时候，大家又要开始有兴趣。我们现在等什么？就像刚刚的航运一样，当它回来测一半之后，我们要开始等待说这三个参数的交汇聚集哦。所以同学。 啊！但是你要设好停损点哦，真的不行了，还是得离开。但是呢，在这个之下，为什么雷老板还是看好？因为至少它不是像航运，它不是像电子股，它什么都没有做出来。我说你莫忘我们前面讲的雅丽，它营收已经创新高嘞。整个重电族群里面有双雄的营收是已经创新高嘞，它已经在开数字给你看了，现在只是缺乏说资金的轮动回来而已哦。 那你要说真的涨太多它有修正，那请问它的底部在哪里？你一目了然吧？以过去半年来看的话，底部在哪里？你一目了然吧？难不成你又可以跟当初的老板一样布局在这附近？不会了吧？如果是看好明年是复苏年，那你很难布局在这附近了吧？那如果它真的回在这附近，你可以自己想一下你怎么做嘛？对不对？所以我要问你的是，涨上去你说啊涨太快了不想追，那现在跟长隆、杨敏一样啊？ 他、啊、现在重电也回来了、啊，你要接吗？他有订单到二零二七年哦。啊，长隆、杨敏还不知道、哦，还不知道报价会不会一直往上涨哦，还不知道红海会怎么样哦。啊，只是因为这个月它涨比较多，你就说它比较好哦。如果它下个月又涨这样，你敢接吗？如果你敢接，势必你要跟我说长隆、杨敏后面有更好吧。 包括未来的人保好了，来我们来看人保。你现在说 A I P C 嘛，A I P C 现在东西也都还没出来啊。如果一直一直涨上去了，那你很想做，那、啊、你我请问你回来你要不要接？同学，他、啊、现在已经大约跟中电一样涨了三四成啊，而、啊、且它涨三成啊。啊，如果人保回来你要接吗？如果又回到这里一样跌了十几趴，腰斩，有没有获利腰斩回来？啊，你是,是接人保，你也是大概接在这附近而已，一定是的嘛，因为十二月如果你要。 除非你要放弃十月跟十一月的大行情嘛？今年的大行情是在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哦，同学，到十二月初哦。今年的大行情是在这一段哦。最近的钢铁、航运、AIPC 反而是最后一波涨的哦。在今年来看，它反而是最后一波涨的哦。同学，他们是在就目前来讲，以今年来讲，他们是补涨而已哦。他们前面都是没有动的哦。同学，你去看这些个股、这些族群。 所以你说你要蹲到这些族群，代表你前面十月、十一月你都不要赚钱喽、哦。我现在就会跟你讲，你看这是钢铁股哦，啊，钢铁股最近也是这样子哦，开始走黑喽，也是涨多少，涨三成哦。所以老板跟你讲，有没有发现大部分股票都涨三成之后开始走平走弱，那现在就回来啦，你开始对自己对话，走平走弱之后，技术面拉回了，修正了，满足了。 呃，遇到 MA 参数支撑的，你想接那故事有什么样的故事？你敢接？你要接航运，你要跟自己讲说报价未来一路涨啊，红海不会开通，连南非洲的好望角可能都过不去。好望角那一边，南非那一边，甚至出现另外一一种，不管是叛军还是恐怖主义，还是索马里亚海盗，那整个报价上去，这你预测得到吗？预测不到。好，那 AIPC 要开始启动，请问你？ 要怎么启动？如果这一波代装代工厂又涨完了，你又来不及上车了，你不敢上车了，那请问它的零组件你要找，你要找谁？你故事你有吗？谁先受贿？我就问你嘛，A I P C 三间，A I P C 现在里面好了，我要做 A I P C，我请问，我今天跟谁拿？我主机板跟谁拿？我显示卡跟谁拿？我记忆体跟谁拿？你做好功课了吗？还是谁已经确定好接到订单了吗？啊，如果都没有？ 那为什么回档你接的时候你会有信心，涨的时候你接没信心，跌的时候你接也没信心？那你到底什么时候有信心？所以同学，那刚刚讲了这么多族群航运你没信心，A I P C 你又不知道到底谁来做，啊，我就问你嘛啊，所以为什么雷老板会讲重电？因为重电是政府给我信心啦、啊，除非你跟我说一月的选举大选完，明年政府不做重电。 他要放弃风电，他要放弃太阳能，他要放弃火力发电，新的火力发电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呢，我认为是没有。他要放弃储能市场，他要放弃一些太阳能厂。你觉得他都放弃了，那政府就可以不盖传输电网，因为这些电他都放弃了。但如果你觉得台积电要在台湾继续扩产，你觉得你很害怕停电，你觉得现在台湾可能电不够用，那政府他就要把电网给架好。所以为什么？ 你刚刚看那些涨三四成的族群里面，没有半个族群可以跟你说我订单看到二零二七年，所以你现在只是因为股价害怕下跌而害怕。但我要问你，如果你今天回归到真正的在手订单的时候，你回去想，真正谁刚刚讲的那些全部的族群，谁有在手订单，对吧，同学？ 你有听过现在人保？你有听过现在华硕？你有听过谁现在要给他大单的吗？谁要给他加订很多 AIPC 的吗？但我确定他是明年主轴没有错。但是我现在就现在问你，你有听过谁要给他大单的吗？谁可以说他下一季的订单量多少了吗？他在手订单订单量多少了吗？好像还讲不说呢，只知道说应该要有。所以同学我们要耐心好不好？传产这种东西就是数字开出来，政府政策开始走。 就会有耐，就会怎么样，就会开花结果了。所以我没有避开哦，我就是要跟你们讲哦，我今天就是要跟你们回来提醒，它已经回到当初我跟你讲的，大家可能会去观望的成本哦。为什么？你看我们的参数是不是也都走到这里了？所以它这里如果拉平，不就是最漂亮的整理平台吗？你看它过去怎么走的，同学，我们开始来看过去，它去年重点在走的时候。 过程中也都是先拉回一次大的哦你。你先，你你们常常都讲哇，这档股票早知道当初怎么样？过去过去一年涨了三倍两倍，我就问你嘛，涨三倍两倍的时候，过程会不会有回档两层三层嘛？啊，如果有，你那时候熬得住吗？来啊，这里也是涨上去三层啊，回来两层啊，你熬得住吗？对不对？涨幅全部吃光了，但是呢，一样是在最底部哦。 还比底部高哦，但从今天之后呢，同学开始看啦、啊，会涨的股票过程中的回档，你真的都熬得住吗？你现在看它涨很快了之后，你就觉得说这个好像很小，哎，这里到这里也十几拍。欸、啊不是啊，这里要不要说是高档爆量上影线？啊，这里又上影线，啊，这里也上影线、啊。 对不对？上影线隔天还跌，哇！上影线完蛋，爆量出货，哎，一百了如果他今天没有诉，今年没有诉讼案的话，同学，啊，这个过程每一个回档都多少？一百一十六，一百十几八，都有回档啊、哦，同学。 所以我要跟你讲哦，如果你要逮到一个低基期的股票，你初期是要忍受的哦。阳明一天就可以回十趴喽，十一趴十趴喽。啊，未来人保这样我不知道、哦、，AI 则是用剩下的半年就直接腰斩了、哦。那当初伟创、当初广达涨那么多倍的时候。 哦、你们你们事后看也都说涨很多倍嘛，那过程中有回档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有进来接？你们都会说涨、哦、很多倍了，啊怎么没有进来接？你就做到七月就好了嘛，到七月的时候就涨了四倍啦、啊，还是没赚到啊？怎么现在听到的人都是套在 AI？所以同学，为什么你老板跟你说你要知道第一阶的人跟第一批的入场的成本在哪里？我们现在既然都已经知道了，我们胜率不是大幅的提升吗？ 我在这里失败的话，假设哦，同学，你先理智思考。我在这里失败的话，我最差、最差、最差的状况，就是跟这群人蹲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拉上去的这一群人一样没有赚而已嘛？对不对？哎、啊，你觉得一个长期政府要辅助人民需要电力网页，然后订单看到二零二七年的公司，他有需要死在这里吗？这就是我最后要问大家的，好不好，同学？ 往前直播已经讲的够多了哦，操作的新买跟大家讲了哦，但是重点是你如果想要知道最多，你还是要得来二零二四年雷老板的第一堂课，好不好？新春第一炮，明年的 A I P C 怎么做？明年的重电四雄怎么布局？你还没布局的要怎么布局？还有明年工业电脑是百花齐放哦，再加上日元已经开始升值了哦，日元升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产业是台湾受受惠的哦，都在雷老板二零二四年赚爆第一堂课。 好不好？所以今天节目到这边哦。那喜欢雷老板的同学呢，一样要记得帮我们订阅、分享、按赞哦。那节目的最后，雷老板一样送给大家一段话是什么？因为很多人说我好久没有念，那就是耐心是智慧的伴侣哦。要用研究丰富你的视野，要用智要什么？要用投资品味你的人生哦。好，今天节目到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